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我们这一款《萌物求生》（Twilight Survivors）。怎么有点慢？好，等一下，比较慢啊。好 ，loading 中，这个模拟器越来越慢，电脑越来越慢，没办法。我这个夜神模拟器它比较吃记忆体，雷电就还好。我们再等一下。好 ，Sakura Game， 游戏的话我预先注册啦。今天是7月5日，那应该是7月4日吧。这边是登录新平台，有邮件是不是？更新计划。哦，好单机的画面哦。那有可能它原本不是手游，它可能原本是那一种，PC 版的吧。PC 版就哦，通常是什么 ？Steam 游戏啊那一种的。语言的话、啊、就这样，帧数哦，声音75%。好，那这种游戏我不知道会不会需要那个付费的部分，因为有时候那个是 Steam 游戏哦，它是它，我看那个游戏介绍是说 Nintendo Switch 啊，主要是任天堂游戏。然后登录到手机平台，我现在在看那个游戏介绍，我通常都先玩再说。哦，所以这是 Switch 游戏啊 ，Nintendo， 任天堂啊。为什么日本的公司都要叫什么什么堂什么什么堂？资生堂、任天堂。好，莉莉亚，这可以用，这只全影也可以用，敬宴也可以用。声音的话，大声一点点。反正我也听不太见。我现在开风扇、开冷气呀、啊，太热了、啊，不得不开冷气耶。哇，难得玩到 Switch 游戏，移植到手游上面。我玩这个莉莉亚，哎，近战哦，近战比较辛苦哎。如果是肉哥哥潮的话，近战会比较辛苦。画质不怎么样，移植失败。抗拒已经开了、啊，移植失败了啦，觉得好糊，没有其他画质。啊，摇杆在这，我设一下摇杆。哎哎哎，可恶！这样我怎么设摇杆啊？再一次，好卡、啊，受不了。就这个模拟器越来越卡，受不了啊！好、啊，吃东西，火球术、啊。怎么说？我们虽然是近战，有没有？但是你还是得，还是得用一些远程的东西嘛。好糊啊！这游戏不行啊，这边有自动瞄准。蹦，自动瞄准是干嘛的、啊？嗯，他会自己找敌人打是不是啊？火球术，不后悔这什么东西？霓虹灯哎、欸，魔法怀表，雾盾，补血一下。杀死敌人已经73只了，然后这是我吃的 buff 啊，我吃的 buff 在这边。然后这边是一样，刚刚的详情设定。然后这个状态，我们是莉莉亚。然后这是武器，武器可以进化跟组合哦。哦，了解。我的护盾持续时间好像只有一下下而已，好烂的护盾。然后这是淬毒啊，负面呢、啊？哦，有僵尸的。
有僵尸啊，有史莱姆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冲刺可以冲两次，咻啊，没得冲了，没得冲了，这炸弹。哦，有没有磁铁啊？我需要磁铁啊！磁铁可以把那个经验值全部吸过来。食物局上面还是有一些免费的游戏哦，但是因为我们家的食物局都是小朋友在玩，我从来不玩。有给他拿过来录一下那个《萨达传说》啊，之前，但是我觉得玩起来好累哦，《萨达传说》太花时间了，在那边跑跑跑跑，然后跑去那个目的地又花好多时间。后来就没玩，只录了两三期吧，就没录了。所有武器加伤害，我受伤了，因为我有那个我的技能是有空窗期的。震荡打击。我这边有个箭头，代表是我攻击的方向吧。它现在是自动瞄准了，如果不开的话，可能要自己瞄准。啊，肉鸽割草啊，肉鸽割草我玩很多啊，这个就可以多一次，冲三次，没啥用，冲过去我还受伤了嘞。他没有提示那个补血在哪里吗？有人会提示补血啊，宝箱。啊，大哥布林来了。所有武器哦，这个减 CD， 就是武器它使用的时间会有一个冷却。我们盾成那么短就没了啊，是因为承受的伤害没了。哇嘞，还有野猪。野猪骑士，这哥布林的血到底有多少啊？不知道他打到什么时候，他还不死。我们这个自动瞄准好处是我可以边打边打后面的。哦，我只能靠那个音乐霓虹灯啊，而且圣光。火球术，嘣，把他炸死了。哦，捡到磁铁，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没有磁铁这种东西？火球术，护盾，随便选，冲击波，冲击波。通常练到满之后会变得好厉害。你看，这火焰怎么突然变好强哦？那娃娃哪来的？你可以看一下你那个主仆。我们来看一下组合，不知道是哪个啦，反正就进化变成一个那个娃娃就直接喷火，那个熊娃娃吗？割过去，用我们的这个圣光，圣光果然是最好用的啊。是有一个冷却时间啊，你必须过一下啊。好像有点久啊，还不赶快出完、啊、出完。啊，没了，感觉就五秒而已。这不越来越不好练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已经杀1000多只了、欸，造孽啊，造孽啊！每个人都是杀人魔。在游戏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杀了多少 NPC， 杀了多少怪啊？成千上万上亿哦！如果他们是真的有生命的物体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很惨的？哦，那个黑洞是那个黑洞就是可以吸过来，把那个经验值给吸过来。那我们要玩到什么时候啊？
好。哦，满了满了满了，变成超级武器。这里，那这个满了，然后再加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武器配方，但是一样有冷却时间。没了之后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用炮给他们追了。你可以这样冲刺，震荡打击，火球术。BOSS 来了吗？警告！警告！警告！嗯。我现在27级了，这只啊，这只会飞的史莱姆，恶魔史莱姆吗？这边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生物欸，那是干嘛的？追着它，快死了！救命啊！我快死了！太嚣张了，太嚣张了！赶快吃一下血瓶，嘿嘿，满血的。这个要跑给他们追啊，还是死掉了嘛？对不对？我们来吸一下这个黑洞。呜，它其实就是磁铁，有点像别的肉鸽鸽草的磁铁。震荡打击，火球术。我觉得敌人那个冲过来速度越来越快了，那个蝙蝠冲过来好快啊！血蝙蝠，这个史莱姆蝙蝠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怪，他们飞好快哦。这个游戏画质有待加强啊，糊糊的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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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快跑出去！炸下去！哇嘞，999哦，有了，进化成功，进化成功，爽快割草游戏，说的就是你呀、啊，直接割过去。这游戏反而我的防护罩就是我的盾牌，对不对？我有冲击波啊，那有霓虹灯，还有盾牌，还有火球。嗯，随便用了，随便用了，尽量找到黑洞啊，不然实在是捡的有点慢。我好像没有吸血或是回血技，好像没看到、哦。落，完蛋完蛋完蛋，要被包围，要被包围，打不过。吃到那个熊了，吃到熊就会喷大火，好像扫把哦，超爽的，真的超爽的。那个熊娃熊宝贝，以前有点像安妮，你知道吗？英雄联盟安妮也是这样，就召唤那个熊，然后放陨石术，有时候你是后期其实都在找宝物，你知道吗？你要靠宝物啊，没有宝物真的很难打。找宝物，回回血啊，冲刺一下啊！警告 ，BOSS 要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玩13分钟了，好爽啊！这游戏，前提是你要吹着人气，没有吹人气哪受得了啊？热死了，快死了啦！救命啊！不要再追我了啦，兽人。兽人哥哥，兽人哥哥，我不行了，他们太强了。我终于知道冲刺的功能是干嘛的。冲刺的功能就是给你跑路用的。哎呀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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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撑不住我怎么办？都受伤了，
在霓虹灯没出来之前，兽人有点难杀欸，你看兽人有点难杀，其他怪可能一碰就死了，然后那个兽人就杀不死。好，看到黑洞了，还有那个火龙，好像是火龙啊，它是火龙啊，喷死了，喷死了，喷死了。OK，OK， 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还不错玩啊，还不错玩。以割草游戏来说，这块爽度很好，不愧是 Switch 移植的。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，不然我也不知道玩到什么时候。我的技术太好了，太会龟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啦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